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看我的外公。Hello， 弟弟。你都没有录到，我整干嘛录整身？那你要过没到整哎？耶！喂，陪阿妈去买菜。对，我在拍镜子啊。咦，买菜，走。2 hours later. Hello， 我们现在要去龙潭的某某竞选总部。滴滴载我，我也花太白了。这边是爸爸妈妈，平常都在台北表演，他们没有机会来看。今天就是选举的大日子，在帮其他候选人表演，然后他们就要来看，我觉得好好笑。